星期五早上去，星期四下午1点钟飞到新加坡，刚刚好，没有遇到。如果晚上飞回来，最好台湾不要几天，几日回来？星期五去，星期四下午1点飞到新加坡。 应该是没有离队的话，你是累了。啊，对，我都打球了，一个星期才有一次，没有办法。是啊。OK，拜拜。